挥袖看淡这山河万里，天阔云间，心不倦，光不灭，愿此生无恙终可见，从容谈笑间战胜初年，携手踏破了流年，生杀飞扬，一曲未尽破硝烟，风起平余生与你并肩，终于醒了，你可认得我是谁？你是孟婉月，是君北月的娘。既然你认得我，那我就不兜圈子了。知道是我救了你。这是在哪儿？央山。央山，你为何带我来这里？哼，东陵太子果然傲慢，我可是救了你的命，你竟然连声谢谢都不说。你救我？你到底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是结界师，一眼就能看出来你被身体里的结界封住了元气，才得以存活。不过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恐怕连你自己都不知道，当初你被封印元气的时候，唤醒了体内的五行之源，使你的功力大涨，你没发现吗？五行之源？对，那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元气，由五行幻化，只依附于天选之人体内，千年难得，而你就是那个天选之人。没想到跟踪韩紫晴他们来西陵，竟有如此收获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是因为这个才救我？聪明，千年难得的五行之体，若不好好加以利用，岂不辜负了上天的垂爱？所以你要杀了我？傻孩子，我怎么会杀了你呢？不瞒你说，我被南诏大国师下了一种咒毒，而这种咒毒若不定期服用解药，就会令我修为尽失。而现在好了，你的五行之源可助我化解咒毒，冲破桎梏。做梦！行了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你现在元气大损，没有我的帮助，你是走不出这个山洞的。傻孩子，你是伤不了我的，别忘了我是结界师，可瞬间在自己身体上布下结界。你的五行之源我要定了，知道为什么？待我破解了体内的咒毒，就可以去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韩紫晴你很熟吧？你要做什么？哎，你果然对他有气，那我就更要告诉你了。
待我化解了咒毒，第一件事就是拿韩子晴炼人魁，他可是龙渊大陆唯一的孤岛血脉，也是我的另一个天选之人。你不许动他，你不许动他。这可不是你说了算，轩辕离歌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白痴公子，多谢你救了我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这还不是小事一桩，这可是无邪深涧唯一能走的路。无邪深涧离阳山有十里，孟婉约带着受伤的轩辕离歌肯定跑不远，肯定就在这个山里。殿下现在很危险，我想马上找到他。这老太婆子，她要想避人耳目，肯定躲在那种不起眼的地方。我跟你说，那个就像我能感觉到他在妖气，走去看看。支援只剩最后一程，待我将你这五行支援全部吸光，你也就功德圆满，可以安心上路了。突然晕倒了，走去看看。
太医，他怎么样？回娘娘，天谦公主多日来愁怨郁结，不思饮食，身子骨十分的虚弱，从脉象上看也太为凶险了。怎么办？快想办法呀。我已经给他增加了药量，要想转危为安就看这两日了。芊芊，芊芊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呢。芊芊，浩南，浩南，浩南，你别走，别丢下我。芊芊，子晴，我刚刚梦见浩南了，我要跟他走，可是他不让，他越走越快，我追不上。子晴，我好难过。给他含上冰片。好。芊芊公主，你这病是由于忧思而起，还请爱惜自己的身子呀。芊芊，你别难过，你还有我们呢，我们都会陪着你的。你一定要把身体养好，等你身体好了，我们一起去给浩南报仇，好不好？小猫，小猫，小猫，太子殿下呢？殿下呢？他被他杀了，我要去见殿下了。那个女人对殿下做了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！他未经我的同意，擅自带阴杀兵进攻西陵，结果被人掳去，落得这个下场。皇上，我们要给太子殿下报仇啊！他是被君北月的娘给掳去的，可是那个女人现在死了，这个仇我们要找君北月去报。皇上，算了，离哥从小就不听我的话，他有今日那是他咎由自取。皇上，如今东陵的实力怎能与天阙对抗？我从来没有把希望放在离哥身上，他就是一个将死之人，早
一天死，晚一天死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既然他已经死了，那我就立银月为储君人选，明日宣召，退下。皇上，滚！却不给我滚出去！女王陛下说事务繁忙，今日公主不必前去请安。我要找她问清公主为什么要这样对我。公主，女王陛下有令，未经允许公主不得外出。公主，我是堂堂的嫡出公主，难道你们把我当罪人不成？公主，陛下现在正在设宴，你现在要是闯了去，会闯大祸的。公主，你说什么？公主设宴？设什么宴啊？陛下打算立银月公主为储君，今日大宴宾客，就是为了宣召。立银月为储君？银月还是个孩子，今年才五岁，我才是她的嫡长女。公主，我才公主嫡长女。公主得罪了。公主，现在已经不是咱们能呼风唤雨的时候了。公主，现在陛下有了新的继承人，公主你要是这样闹下去的话，会有性命之忧的。公主，我才是他的嫡长女。瞎了你们狗眼，连我都敢拦。放下。原来是秦嬷嬷，嬷嬷息怒，这是陛下的安排，属下也不敢违背啊。她好歹是个公主，她现在失了势，你们就这样对她，她万一东山再起了，你们是有几个脑袋能在肩膀上搁着？放心，我就进去说几句话，说完就走，不会让你们为难的。那嬷嬷快去快回啊，把门去。公主与其在这里伤心，不如想办法自救。你怎么来了？听说公主被禁足，我过来看看。你是我哥哥的人，历来看我不顺眼，你就不要在这假惺惺的了。当初你和你哥哥相斗，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讨厌你。可是现在想想，那样的相斗也是美好的，因为以后再也不会有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哥哥他。我哥哥他怎么了？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你说他死了？是的，他死了。不会的，他的身子才刚刚好一些，他怎么可能会死呢？我也想问这个问题。他的身子已经好了些，可以活得长久一些，甚至可以继承东林王位，他怎么就死了呢？殿下，我的殿下，殿下，他是怎么死的？他是死在君北月娘的手里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说声对不起呢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想给你哥哥报仇吗？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我才是继承母上王位的不二人选，没想到我跟哥哥一样，
只不过是母上那颗棋子罢了。原来哥哥早就看透了这一切，才会那般反抗。可是我却一直与哥哥作对。你哥哥是被君北月他娘害死的，可是那个女人现在已经死了，所以这个仇我们得找君北月去报。还有那个韩子晴，要不是哥哥对她用情至深，就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。秦嬷嬷，我要给哥哥报仇，我要让他们所有人全部付出代价。嬷嬷你慢走。今天谢谢你啊。哎，站住，干什么去？我有个东西拜托朝夕公主代为保管，让这丫头随我去取。那公主她？公主睡了。你这小子莫不是又想要我的买路钱？你如此贪婪，小心我找你们将军告你的状。走。娘娘，还没有消息吗？自从轩辕公子在西陵王城失踪后，我们的人一直追踪不到他的消息。听说天阙那边也在找他。禀娘娘，东陵朝夕公主求见。轩辕朝夕，带他进来吧。是。朝夕公主怎会深夜突然造访？这不太合规矩吧？清妃娘娘，冒昧打扰，确实有要事相告。何事？但讲无妨。清妃娘娘，老奴知道，您与我们殿下相交甚好。如今我们殿下身遭不幸，尸骨无存。亲妃娘娘，你要给他报仇啊！你说什么？西陵王城一战，我哥哥身负重伤，被韩子晴追杀，不知所踪。后来，秦嬷嬷亲眼看见我哥哥从央山的悬崖上掉进无邪深涧。娘娘。不，不，公子他不可能死，我不信。是真的，娘娘，是老奴亲眼看见的。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公子他不可能死。若不是那个女人，阿离是不会死的。都怨那个女人，我恨那个女人。若要报仇，我们就要想一个办法把那个女人引过来。朝夕公主，秦嬷嬷，你们可知离歌之前是用什么方式跟那个女人联系的？我知道，阿离过去有一对传音石，后来给了韩子晴一个，这是另一个。
这传音石是我送给他的，没想到他竟送给那个女人。林哥，你就算是死了，也要再伤我一次吗？亲妃娘娘切勿悲哀，阿离只是被那个女人蒙蔽了，才会看不到你的好。私人一事，你就不要和他计较了。我怎么会跟他计较？等我替他报了仇，我也没有活着的意义了。没想到再见到此物，却是如此的惊喜。韩紫晴，你收了我的东西，那就用命来换吧。这个法子能否成功，现在还不确定。待我想一个万全之策，一边将韩紫晴引过来，成功抓住他。你们先回去等我消息吧。那就拜托清妃娘娘了。师父，您老人家回来了。我走这几天宫里可有什么动静？清妃娘娘曾秘密向宫外传递消息，弟子暗中截获了两封，请您过目。没想到这个女人居然与东陵太子有染，还一封封信催她现身。东陵太子，他不是在西陵王城战败之后便失踪了吗？娘娘，大国师来了。大国师来做什么？这里是后宫。娘娘也知道这里是后宫，那就应该守后宫的规矩，不是吗？国师这话什么意思？老夫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娘娘不明白吗？还是娘娘在装傻？国师有话请明言，本宫是真不知您在说什么。你背叛了王上，难道还要老夫亲口给你复述一遍吗？本宫没有。这是娘娘亲手给东陵太子轩辕离歌写的信，难道还要我给你读一遍吗？娘娘平日在王上身边侍候，为何又心猿意马，牵挂着别的男人？王上若是知道了，该当如何？事已至此，对也罢，错也罢，我也没什么好辩解的了。但求国师高抬贵手，给我点时间，让我亲手杀了韩紫晴。待我了了此心愿，任由国师处置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确实，韩紫晴乃孤岛余孽，他一日不死，王上便一日寝食难安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有什么法子？南诏与天阙局势紧张，韩紫晴必然十分警惕，不敢离天阙半步。
唯有轩辕离歌能令他涉险。当真？此前本宫已派人将此处清理干净，就等着韩紫晴上钩，如今有大国师帮忙，就更加万无一失了。清妃娘娘果然好计谋，老夫真该早些与你合作才是。得成朋友，这是一对传音石，即使相隔千里也能相互传音。你把这个传音石卡在琴弦上，当你开始弹奏，即使我在千里之外，也可以通过这个传音石听到你的弹奏。不是已经拿回来了吗？
娘娘。红姨，你先出去。是。子晴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好像知道轩辕离哥的消息了。他在哪里？现在还不知道。这个是轩辕离哥送我的传音石，刚才他有动静了，只要顺着这个声音就能找到他的位置。走，我们去找他。哎，不行，你现在病刚好，不能冒险，我一个人去。不，我要跟你去，我恨不得现在就要杀了这个狗贼。不行，现在情况还不明确，我一个人去的好。子晴，难道你是打算去救他吗？我就知道你跟那狗贼交情不一般，怎么会为了浩南大义灭亲？是我看错你罢了。芊芊，我和轩辕离哥毕竟是曾经的师徒和朋友，我一定要先找到他，问清楚事情的真相。若真是他所为，到时候要杀要剐随你处置。芊芊，我一定让他给你个交代。要不你等四王子回来商量一下再去。现在血证明明在我这里，声音怎么传过来的？我担心。应该就是这儿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进去看看。好。娘娘小心一点。好像是结界，难道离哥和孟婉月真在这儿？原来是你在搞鬼，四王妃，你总算是来了，我已经等你很久了。轩辕离哥呢？死到临头还记挂着别的男人。以后你也不用再弹琴了。娘娘，四王妃，别来无恙啊！你今天走不了了。四王妃，你可知道这是何物？他叫噬灵珠，已经等你很久了。哼，你拿个破球就想来控制我，妄想！殿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对不起殿下，
是我没有保护好娘娘。她怎么了？她在崖山山洞失踪了。顾西，带路，走。好，撤，撤，撤。这儿，我醒来已经是第二日了，这里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在附近发现了四具男照壁的尸体。子晴的孩子就是主意大，你拦着也是没用的。好了，不哭了啊。四王子，我们要赶紧想办法救出子晴啊。大国师，对对对，大国师，他强迫我们兄弟俩，他想要去虚御他，他说他要寻找什么法器和使用方法。找人鬼。北月，你怎么了？不行，我们一定要阻止南诏的阴谋。好，算我一个，我要跟你们一起去，一定要救回子晴。既然要宣战，算我一个。各位，王上已下圣旨令我攻打南诏，此战危险重重，我们需计划周详。殿下请放心，南诏一直用蛟族保卫海岸线，我金蛟一族虽然已经没落，但毕竟是鲛人族的王族，鲛人遇到我们不敢造次，尽管交给我便是。好，明泽，卑职在，传我的命令下去，北疆的虎军加强防守，确定要保证北疆的安稳，这样在战时才能够解决咱们的后顾之忧。是。四王子，我也要跟你上战场。你不能去。
子晴不在，我必须要保证你的安全。你乖乖在府中等着，我一定会把他救回来。时光。